走吧，带我们去干干活喽。听见大风吗？家里的两个外资兄弟小子，啊，你说什么？我没玩过，不会玩。我就是说都没玩过，都不是一级。我说我们五个人抱团嘛，一个人没啥战斗力。等等等等，我开车回来接你们。好的，好的。好。
上车吧，兄弟们。见了见了，我觉得你声音好小啊。下车吧，走吧，我好像太客气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好。前面的队友，前面的队友，等等我们，我们抱团。跳过去，跳过来，跳过来。这游戏水太深了。能告诉我为什么你们选择加入美军吗？声音好小，我们听不清啊。你声音真的很小，兄弟。现在呢？现在呢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哦。这游戏不会是跑步十分钟，见面一秒就没吧？不会的，你倒了之后可以救你的，有医疗，有医疗的。旁边的坦。这游戏如果对面没有组织的话。好像是对面的，这是对面的坦克，能不能把它拆了？人手来了，快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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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他妈跟挠痒痒一样，没用啊，这没用啊。那我们是不是拆不掉这个坦克？我们只能标记位置给对，怎么标记啊？中间标记，鼠标中标记。
不管他了，这坦克应该是没人里面。完了，我们这队没有队长啊，队长好像是。队长好像冲前面去了，队长。不能往前走，不能往前走。我们走错方向了，我们可能要去那个四区的那个港道。啊，怎么死了？你死在哪儿的呀？我在看地图，没注意。这是我跟那个 Van 的第一场游戏，不是很懂。谁可以放啊？不是每个人都能放吧？好像是得有那个。我去吧，我是队长。